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透过官媒向南韩喊话，他说北韩不会主动攻击南韩。우리는남조선을겨냥해총포탄한발도쏘지않을것이다우리무력의상대로보지않기때문이다只是话锋一转，金宇正又警告南韩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北韩会动用核武还击。남조선이우리와군사적대결을선택하는상황이온다면부득이우리의핵전투무력은자기의임무를수행해야하게될것이다上个月24号，北韩试射了洲际弹道飞弹火星17号，南韩罕见大动作，下令陆海空发射5枚导弹反制。F-35 战斗机也立刻进行演训，来回应北韩射弹。이미사일발사징후가명확할경우에는발사원점과지휘지원시설을정밀타격할수있는능력과태세도갖추고있습니다南韩的举动似乎惹火了北韩，金宇正还痛骂南韩国防部长是垃圾。대외선전매체우리민족끼리는겁먹은개가더요란하게짖어대는법이란제목의논평에서남측군부호전광들이푼수도모르고강력한응징이니즉각적인대응이니하며발광하고있다며거친언사를쏟아냈습니다对于北韩的挑衅言论，南韩表示会密切注意北韩的动向，这个月也将和美国展开联合军事演习。新闻综合报道，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